感恩啊，在这样的平安时日啊，更会疏忽掉了自己应该要节省虔诚。我时常都说我们要节省虔诚，何况呢，也时常提醒水是大地的大生命，水是我们人人啊所不可缺少水分的，与生命相关太多了。总而言之，大乾坤小乾坤啊，少不了水。可是我们可以看到了，这种寸草难生啊，本来都是那一片绿油油很肥沃的大地，可是这几年来就是气候不平衡，有的时候水灾啦，那有时呢就干旱，农作物呢都很难收成。大家都用一点心去看看天下大地上呢，以气候的关系真的很担心啊。还可以看到的呢，这个火灾，美国一连串的火已经烧过了100个地点了，这样猛烈的火，我们昨天从加州回来的菩萨，他说啊，好热，热是为什么会那么热啊？因为呢，森林火虽然离他们的住家是那么遥远哦，可是呢，也是在灰尘呐、火灰啦，一种哦，啊嘞散落下来的空气的污染。是啊，总是呢，一次次的大火在这一颗地球的伤害的确是很大呀，怎么会不热呢？这空气都是共同的，整片天空，地球是转的，这样的天空污染，地球还是这样的在虚空的运转的。总而言之呢，我们真的要提高警觉呀。昨天一大早，我们也看到了一些新闻，台北医院呐，也是在7楼火烧起来，有伤有亡。慈济人呐，也是及时呢就开始投入，分成了好几个组，有的及时赶快安抚病患、伤患、家属，有的呢赶快帮忙清理打扫，这除了打扫以外、复位以外啦，那就赶快准备呢让他们的午餐或者是
点心或者是饮料、哦、这都是慈济人呐、所动员所做的，都是很及时。同时、还要分配呢过去委员到了不同的医院、去做关怀，这都是火灾。那天下我们所看到的都是呢要跟大家说，凡事都要很谨慎啊。火虽然啊在不同的国界、不同的地方，同样总是在地球上，我们同样呢都要有所感受，那一种的关怀呀。所以佛陀呢鼓励人总是要关怀众生，尤其是一切痛苦莫过于病痛。所以我们盖了医院，在八月啦，昨天就是大林的十八年庆。那八月十七号是花莲的三十二周年庆。花莲已经林院长啊从前天开始呢总是举行了宴庆，感恩了资深的医护人员，还有呢跑步来做庆祝，也跑回精舍，同时呢一连串呢展示出了医疗的水准提升、临床还有呢医病的成果等等，都很感动。昨天前天这几天呢、大林呢已经为了宴庆呢已经呢前一段时间开始呢投入如何呢去用爱医疗慈爱的来庆祝这样十八周年庆。咱这个医疗参中五大本意，我们的人力啦可以去帮助到啦天主教乐社医院，让他给病患啦能来看诊，不缺这个病患可以接受到治疗。这也都是呢同业之间呢、为了病患呢要让他真正的也是真正常，那让病患能得到医疗。这也都是我们家赞叹啊，还有呢我们都会投入，那像院长都会带着副院长各科室的菩萨一大一王西家带眷呢到了，我们在医疗中的了解到他的家需要帮助，都会去给人变少呢。他们不是只有开刀，不是只有在诊间看病，你看今天大家就这么欢喜，但是最重要是什么？是詹先生这一户感恩户他的生活环境能够得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平安。平常工作其实在医院工作就是直接就是面对病人，病人的生活环境到底是怎么样坐在诊间不会了解啦，尽可能我都会稍微来参加感受一下，就是说病人也好或者是这些比较不方便的人也好，他们的这个居家的环境或他们 的生活状况。众生最苦莫过于病痛，那我们在七月这个时候大家都说哎呀拜拜啦普渡啦才可以求平安啦，
其实普渡的真实意义啦，那叫做普渡众生，那是救道贤，看到了我们的医疗医病众生也是救道贤，这种救道贤心灵的道贤，居住的环境的道贤，苦不堪的病痛的道贤，都是去给拯救他，无不都是呢用爱表达，所以大家要谨用心哦。